竹石，清代郑燮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寒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竹子紧紧地抓住青山，一点儿也不放松，它的根牢牢地扎在岩石的缝隙中，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折磨和打击，不管是酷暑的东南风还是严冬的西北风，它依然坚韧挺拔，顽强地生存着。